清晨起来打开窗，阳光美美哒。哎，我的车呢？谁在门后面？出来，是不是偷车贼呀？孙子，是奶奶，开门呀，我又被锁起来了。你怎么又被锁起来了？奶奶，你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啊？我来给你开门啊，别着急。谢谢宝贝孙子。鬼呀、啊！奶奶，你那个表情怎么那么丑啊？哎，我的车怎么前面啊？奶奶，你让一下，我要去开车。干什么？作业写了吗？没写呢。你让开呀、啊！你挡着我。我就是来打你的，不服是不是啊？作业没写不能出门。你，奶奶算你狠，我走前门行了吧？嘿嘿，拉拉拉，还等我呢。我们先开车走喽。哎呦，我忘记了，我钱包没带啊，这个怎么办呀？这没钱出去约不了妹子啊。奶奶，帮我把钱包拿过来吧，好不好？哎，怎么又是这个表情啊？吓死我了！奶奶别揍我，我回来写作业啊。不行，小兔崽子给我下来，这是老娘的车子。就开一下嘛，你这么抠门的你。哼，我炸！哎呦，老娘的胸啊！怎么样，这不就开了，奶奶？炸死我也不能借你呀、啊！奶奶今天要用车子。得了吧你这么大年纪了开车啊？车开你也差不多。我不管，你不能开走。好的，那你就跟你们待着吧。腿给我拿开！绑着车子，我的天啊，太不要脸了！算了，我不开了，好吧。哎，什么声音啊？地震了？怎么房子在抖啊？哎，怎么有音乐声啊？好像是楼上的声音啊，什么鬼啊？我靠，啥情况？奶奶，你发神经了？哎呀，鬼爷爷怎么来了？鬼爷爷别跳了，吵死了，房子要塌了，推你的门下去。这什么非主流音乐啊，真难听啊，我的耳朵，该死的音响砸了你！搞了半天，奶奶是出门见鬼爷来我家里嗨歌呀，真是扰我美梦啊！吓得我以为地震了呢。走，咱们回去睡个回笼觉啊。